有不少人神佛不分，误认拜佛即是拜神，其实佛菩萨不是神，佛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，他觉知三世一切诸法无常，缘起性空，已经解脱自在，超越生死轮回，而且具足福慧，以自证之德度化一切众生，令众生脱离烦恼痛苦，得涅槃乐。菩萨是指发菩提心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的人。他的修行层次共分为52个阶位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和妙觉。一旦证入妙觉地，就成就佛果，就好像学生要经过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硕士、博士的求学阶段，才完成学业。所以凡发心以智慧上求无上菩提，以慈悲下化众生，修六道波罗蜜，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波野，都可以称为菩萨的。什么是神呢？根据中国传统，神指对民间有特殊贡献的人，去世后老百姓为他们建庙祭祀，好似圣王爷、马祖、灶君、文昌帝君、财神爷、山神、海神、树神、苗家神、川泽神、土神、地神等等。不过这些神明尚存贪嗔痴等烦恼，未能了脱生死，所以未能远离轮回之苦，一旦福德享尽，仍然会再堕入六道轮回之中，不是究竟的归依处来的。有些神明是维护佛法或者维护所有正法的，叫做护法神。护持佛法的善神称为护法神，好似梵天、自在天、帝释天。帝释即是民间通称的玉皇大帝，还有四大天王，即是东方持觉天王、南方增长天王、西方广目天王、北方多闻天王。四天王是住在须弥山四方半山，时常守护佛法，维护天下，令所有为恶的鬼神不能够伤害众生的。护法神还有三界28诸天、十二神将、鬼子母、天龙八部等。所谓天龙八部，即是天、龙、夜叉、乾达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喉罗伽，这些二类都已经归化佛法，成为佛的眷属，护持佛法和佛陀的。